以我的个性呢，我把他抓来枪毙，我都不会给他讲这个道理。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你要当国际的记者，你也不去查证就报道吗？收回这种情绪的用，委员的建议非常好，要我收回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军人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今天他杀了我了，我应该啊讲他两句都应该可以吧？ 哎，主委好啊！刚才我想很多委员都关心啊，有关于日本媒体他在报道这个台湾啊，说有九成的退役军事官啊到大陆去，而且啊可能为数众多都向大陆啊贩卖情报。我想这个讯息绝对错误啊，那尤其不应该羞辱我们的国军啊，高达九成的退役将士。今天啊，你身为退伍会主委，他们的头哈，你今天。 我看到你表达了一个立场的正确哈，我觉得这是你应该有的态度啊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这个事情涉涉你自己的主管业务。这家日本媒体你认不认识？这个日经在台有支局，这个日经支局的这个记者你有没有往来过？没有，但是我想，我们的外交部也应该表态，对于我们国军的荣誉的维护。 而且对于日方如此没有查证的报道，也都应该驳斥。我们应该党政军一起来合作才对。我想啊，这是涉你自己本身的主管业务，而且你又是退伍军人的这个代表啊，头啊，你是不是有这个责任呢？向这个日经这个媒体啊，请他的记者来亲自向他说明，甚至你可不可以写投书啊？ 到这个日经媒体来向日本的民众啊来澄清啊，不要让日本的民众对我们中华民国国军有如此错误的认知。报告委员，以我的个性呢，我把他抓来枪毙，我都不会给他讲这个道理。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你要当国际的记者，你也不去查证就报道吗？是不是？ 我想你有这样的一个立场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今天，要不要跟这个日经来做说明这一回事？但是你现在日本国人。
日本的人可能很多人对台湾有了错误的认知了。你身为退伍军人的头，你是不是应该要向日本的人说清楚嘞？透过这个投书的方式，公众媒体的方式向日本澄清，该不该这么做？我们应该考虑要这么做。好，那希望你领衔，好不好？我请外交部准备你领衔，然后向日本公众媒体投书，表示台湾不是这个样子嘛，好不好？还要请委员大力的推动。好，那我想哈，这个部分呢，应该做。那我想立场正确，可是立场正确也不代表说用语哦就适当。我必须说，主委刚才我看到主委啊，这个表达强硬的立场，但是啊，毕竟这里是国会殿堂啊，在这个庙堂之上，国会殿堂之上，对全国都有示范作用。那你刚才有一些用语，我不要重述，但是呢，它显然啊，有一些这个不太适当的地方，可不可以请你收回这种情绪的用语？立场坚定，但是用语适当，可不可以？委员的建议非常好，要我收回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军人，宁可士可杀不可辱。今天他杀了我了，我应该啊，讲他两句都应该可以吧？好了，我这个地方其实是给你机会，但是我是必须要说，像这个庙堂之上，国会殿堂，有些用语还是应该要注意。我现在请问你啊，你现在上任已经3年半，好，那这一次我们行政院改组，你也获得留任。那这个留任的过程当中，行政院长有没有跟你谈过为什么要你留任？留任之后有什么新的任务？他到在电话中间呢，他是希望我留任，而且他知道我有推动很多的工作，希望继续能够推动，而且在他任内能够把我们农民的照顾好。他简单的跟我讲了这些，那么没有任何新的任务的交代，没有。就交代任何的任务，但是这个已经是很大的任务了，因为我们退伍会，家大业大，照顾的人员也多。我们今天假如您问我这3年都做了些什么，我说越做越不够，时间越长越知道自己的不足，所以我想在各方面我们都会努力。我要带动我们所有的退伍会，来让大家有一个新的面貌，让农民有一个新的感觉。所以院长一请你留任，你马上就答应了是吗？我不是马上就答应的，我是跟你犹豫了一段时间吗？我没有立即回答，我说报告院长，您有其他的指示吗？他没有，你把农民好好照顾好。我说好的，我说我会的，这样子。好，我想哈，这个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哈。退伍会的工作相当多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希望新的任务能够来继续下去。我现在再跟你请教，来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都在讨论的，有关于全民动员准备法，现在国防部要把它修成全民动员法。您自己啊也是国防部部长出身的，然后对于全动法，本来哈动员准备啊。那现在变成是动员法啊，这个本身呢涉及到了很多的议题，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，就是说哈，我刚刚听你在讲，这中间也有一些条文跟你有关哈。那我问你说，这个国防部在推出这个修正条文之前，有跟你退伍会讨论过吗？我们没有单独的讨论，而是在内政部没有讨论，在内政部主持之下，我们相互公开的讨论，我们都有表达了不同的意见。我想这个你表达什么不同意见来说说看？我们有昨天我才拿的这个，我并没有说一条条仔细的看，是怎么样不同呢？你的退伍会立场跟国防部哪里不同？不同在哪？没有不同的，而是互相要更要有协调。你不是说表达不同的意见吗？对，暂时就是。你比如说，暂时啊。致受伤或身心障碍及退出于干这个军人的安置分类计划，这些我们都有说，我们荣家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来安置，我们的荣院会有移出部分的战伤救治的医院等等的，我们互相做一个了解，让这个法案可行。这不像不同的意见啊，这听起来只是补充啊。不但是补充啊，而且互相要了解嘛，这样子才会做成一个完整的法案。我想哈，你担任过国防部部长，现在我们在这个条文里面有看到他新增的第33条，他说动员实施阶段要对出版事业、广播电视事业、网际网络平台及应用服务提供者跟新闻从业人员实施必要管制。这个条文引起全国
这个哗然啊，因为这等于变成是一种在可以说是一种高度的新闻管制，对我们的新闻自由、对我们的宪法原则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啊。那你自己担任过国防部部长，你自己认为在全民动员法的这个阶段，在动员实施阶段这样子做？有没有逾越了一个界限？有没有逾越了？我们看到其他很多民主的国家，它也不代表它战争的时候，它所有的媒体通通都要交由政府来管制啊。好，所以你自己担任过国防部部长，你自己对这一条的看法是什么？报告委员，波湾战争的时候，我在美国当武官，后来我才知道，美国新闻所看到的都是一个礼拜以前的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军事新闻吧？军事新闻，对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打击了。比如说我现在是美方，把对方的 C4ISR 打掉了，他们自己都不知道，最后我们的报道出来了，他们才发现，哎呦，我们的这是被打掉了。你这个是你国防部自己在控制的、啊、对，所以不代表说今天新闻被你钳制，然后就是说他有新闻他必须不能发呀。不是你国防部控制说一个礼拜之后再把这个新闻对外这个透露，不是说你今天跑到这个新闻媒体去说，哎，你有这个新闻不可以发，不可以发，不可以发。一个礼拜后大家一起发，不是这样、啊。鲍委员，我不是跟你争论，而是有些事情啊是要阶段性的、策略性的来控制，并不是说全部的哦，通通都要控制。你国防部是一回事，跟控制媒体是两回事。你要控制没有错，讯息不能够影响军机，我不了解。是的。可是呢，影响军机不代表说你变成控制新闻媒体啊。我们退伍没有这个能力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说哈，我们在这一次啊动全动法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质疑。然后其次就是说，自己本身现在在讲这个校园要青年动员服勤啊。那这个青年动员服勤，你就国防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角色来看，还有啊，你现在又变成说，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，长期要求军训教官退出校园，军训教官退出校园，现在又要开始要动员青年校园青年来服勤，这两个有冲突啊！你到时候谁来动员这些校园青年？你自己担任过国防部部长，军训教官你也了解，现在军训教官该不该退出校园？这一种这个校园的青年服勤，到底会不会让青年上战场？鲍委员，你，我知道这个全动法我是赞成的，但是我还没有坦诚说，我都没有深入的了解。假如说是要学生如媒体所报道的，但是政府的这个发言人已经有宣布那是假消息了，所以真实的情况我还不了解，我不能答复你。那军训教官呢？军训教官现在民进党主张2030年全部都退出校园，现在全民动员法又要把校园青年来动员服勤，那谁来动员他们？谁来组织他们呢、啊？这样子，像这些议题啊，今天您提出来的，我们准备在动员月会的时候呢，或者说我们就开会，我们把它提出来，这样子来满足。我想你自己担任过国防部部长，你现在又主持这个退伍军人啊，那不管是他们的立场、他们的尊严，还有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全民动员的一个准备当中哦，要扮演什么的角色，你都有不可懈怠的责任哦。我这个地方要再跟你再做强调，是的，谢谢您的提醒。好，谢谢主委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陈以信陈委员。